门多国服这个版本是不是被砍了已经？我记得好像门多这个版本已经没了呀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说谁是小个子？直接学 W 过热一下。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全军出击。还有人质疑我学 W 会不会蓝宝，你到底懂不懂蓝宝打野？我们不是打线上，我们是打野。我看一下我的刷野效率你就知道了。直接过了一拳超冷。看到没有，蛤蟆都还没刷呢。直接控温模式啊。主要现在这个他的过了有加攻速，还有百分比伤害，打野巨快。怎么都去偷我野去了。没关系，直接控温一套把他干死。站稳了。他也是带疾跑的。应该是刚打完。一刀减速一下，他死了。把他野给他反。好，我来了。没关系，杀不了他，能先反反他野就好了。走吧，走吧。这不会死了吧？哎呦，打不过我，升没升四啊！我操，兵还是有点多，这不有点大意了啊！我应该先把这个兵给他清了，这不主要是兵太多了，没这个兵的话是很好杀他的。两级门多。你还回头？他们越强大，我越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。你不需要提醒我两次。我死了，好玩不？他没抓上，肯定在刷野的。
感谢宁晨过短，谢谢送的火箭啊，感谢老板的火箭，谢谢。这队友跟我一起过来可以拉着龙。打得很快的，还想偷我龙啊？没洗过啊。我来了，开了几跑 W 过来了，上啊！哎，这火男别怕着呢。直接必能走，全是打架的英雄，这把带个峡谷制造者吸血站路就完了，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吸啊。门头打野打金藏英雄伤害也蛮高的，他估计打别的弱势英雄尝到过甜头啊，不然不敢这么打的。不要叫人了，大招最好预判他前进的位置，这样的话大伤害才高，不然大招只能当一个减速的来用。他们越强大我越要他们落花流水，他没有带闪现肯定跑不了的，直接给他烤熟了啊。蓝宝打野打这种比较慢的英雄很强，因为你比他还要慢知道吧。不是你们在弹幕恶心我有什么意思吗？啊，这队友送了也要恶心我，我杀起来也要恶心我，你要不喜欢看我直播我们换一个呗啊。不，我就要看，因为好看我就要恶心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贱啊。弹幕有些个别人我就不能理解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他可能就是收钱了，也可能这哪有人看直播会这么扭曲呢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也可能是在哪收了钱故意过来发这种弹幕的啊。没控好，不过无所谓，他够杀他了。
啊，我以为他去下了呢，这不有点贪了，主要我差点钱。怎么心态没以前稳了？不是没心态，没以前稳了，是这种恶心人的东西太多了，知道吧？我刚才就差个200块钱，就差这两组野，有点小亏子不、啊？不是心态稳不稳？你天天被这种游戏里面恶心了吗？弹幕又恶心这么多，你看你听我稍微逼逼两句，你都不耐烦了。像我在直播的话，就跟有人一直在你耳朵里面疯狂逼逼你一样。对啊，你肯定会说你我又不赚钱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你直播你赚钱，所以我就尽量不逼逼了呀，对不对？你要这么聊我就没法聊了。主播是专业的，有练过，除非是实在忍不住了，知道吧？ 你这么聊天横竖都是你赢，那我们就已经聊不下去了。那你看你的，我说我的好了。等你要是这听得实在难受，你就换一个看。我都没想到他怎么直接死了，这卡他有大的。这个大招没啥问题的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没有预测到队友这波直接被秒了。正常情况下他应该会往后面走的，你知道吧？你大招不能往他脸上丢，脸上丢他太容易走开了。最好是大的第一段在他身上，大的后续几段是在他的路上，知道吧？这是最完美的一种。我看他们去搞一波这个上有希望，他们要越塔了。应该是没走，看他的样子，我看疾跑过来，那他要是把他给卖了吧？应该是还在的，这剑魔一个人不敢这么打。不是很想开大招，主要是我买重伤在了，不然这波大确实得开了。直接站撸就完了，打这个阵容就站撸啊，刚好征服者贪欲加这个峡谷制造者，谁用谁知道啊，用了都说好了。绿友可以开啊，绿友这波闪现全在啊，这波他们跑不掉的。你看这大招就很理想，一拳超冷。打他过来，他们死了。你怎么敢呢？啊？你怎么敢呢？过热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。开始堆魔抗了，这个
温度，他要买绿甲。直接稳一点，来本数学，再来本化学。我都不知道对面怎么吸啊，喜欢吸是不是？给你来本鬼书啊。不能被他看到，不然他 Q 减速我不好追他。我直接一减双抗他没用的，这 E 还可以叠加。这兰博这个版本厉害的一点就是因为他 E 可以减抗性，双鱼叉。这一得准伤害很高的，你自带一双法穿鞋这样。应该没眼了，没眼他会过来。我记得这边是没眼，不是他死的。你闻一下，呀，打不过他，竟然这大没撒好，这要是。他这个吸血还是有点 gay 的，我看我贪欲猎手还有哪一个人没吸上剑魔。先把这个买了，先把中药买了。其实刚才他没中药我也给他杀了。技能不中后果严重啊，挺好的，这把的话给他们杀一次看到希望了知道吧，懂我意思不？哪边拉满应该不用我说了啊。我这个峡谷制造者过热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算了，还是稳一点，开个表吧。其实不开感觉也不会死，回家喝中药。不开其实应该也不会死，他二塔打我没那么痛，我200多的血加个
W 盾应该是可以的。这剑魔可以杀一下呀。这套打法不买镰刀，走一个半肉的不一样。买镰刀那一套打脆皮比较多的阵容好，好用个一点点。打法不一样。对面这个阵容的话，带这个征服者、峡谷制造者会更猛一点啊。他们这阵容你一下子买秒不了的，他一下子吸血就吸起来了。看到没有，藏撸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吸。打了1000多伤害了。我们正在前进，我把下路给他带下来。差点点去，没给他路给分了。3100，我才2300的血，也就是说我吸了多少血？吸了700多，800。这波中亚没好，其实如果打到最后的话，钱多可以把这个沙龙书给他改了。我怎么感觉我这征服者没怎么叠起来的？我看到他吸了252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少了一点。来个双龙会，直接一波。感觉有人会过来，我这边等一个。好，我来了。去下吧。夫妻对拜啊。主要他这个吸血感觉吸的比我狠呢，他可以锁血。
19等于左边拉满啦。还有操盘失败的，这不看我现在开几个头的盘，你看看。